Hello，Hello，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欢迎来到今天已经是八月二号了，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哎，大家下午好啊，OK，现在已经是下午4:20，在那部 Malaysia 2021爱网络直播教学课程，哎，谁已经在线上了？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你们都到了吗？来，老师看一下。OK，看看谁已经到了呢？啊，哇哦，哇！我又看到 Galaxy Aurora。OK，嗨，大家好，大家好。OK，我们开始了哈。这项我们的网络直播教学课程呢，再一次获得我们马来西亚全国校长职工会、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雪隆宾州华小校长理事会、马来西亚华教家长协会、玉士培。Dynable 以及我们 Friend In 为了孩子，为了明天联合呈现给大家的，OK，很开心啊，在这个新的一个月份里面又再一次见到你们哇！今天是星期一，大家过得好不好啊？OK，哇，你看一下我们的背景，还有我们的 poster 啊，你们想到什么东西呢？你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不是看到很熟悉的？国旗，因为在八月份里面我们会有国庆日，对不对？嗯，好，这边是 Dynabook 吗？啊，是，这边是 Dynabook，你们来对地方了，OK？你们进对门了，OK？这边是 Dynabook，没错的，欢迎你们哈，来，嗯，我 friend in 了，你 friend in 了吗？OK，我们的打招呼，OK，我 friend in 了，你 friend in 了吗？你们谁还没 friend in 的呢？OK，来告诉我，OK，在我们的 chat box 可以告诉我啊，有同学说对呀、啊，国旗呀、啊，国庆啊，我们是爱国啊，OK，哎，上个星期我们有很震撼人心的事情发生，你们有谁可以告诉老师呢？啊，跟升国旗有关系的，有什么很震撼的事情发生？上个星期有没有啊？我再看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想到的东西跟啊，可心老师想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上个星期很多人会有那种很高昂的那种心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哎，我看到了。林恩浩，奥运会啊？为什么呢？奥运会为什么会令到大家很激昂啊？那种爱国的情操，很激昂的心情，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奥运会里面有什么东西发生呢？啊，然后你再告诉我哈，Olympic 是对的，没错，Olympic 我也是想到这个 Olympic。哇，我还没有说这一个，已经有同学说了，OK？我说 friend in，你说。你说什么？OK，你说 yo，OK，我说 friend in，你说 yo，这个也是我们新口号啊，OK，嗯，奥运会，对对对，奥运会啊，有，我看到了，你们好，你又答对了哦，OK，我们拿了第一枚铜牌，对的，我们拿了第一枚铜牌，好开心哦！当国旗升起的时候，我们都很激昂，那个心情，对不对？那个是什么运动呢？你们有看吗？什么运动来的？你们有看吗？有注意吗？奥运会里面，OK，好，在 friendly 里面呢，其实我们有 OK 一二三四五，OK 一二三四，OK 有四样东西，四大领域，就是里面会有 event 让大家来参加的，OK 只有 friendly 的。我们的粉丝才可以参加的哈，还有里面有一系列的 PTBR 的课程，就是教学课程会在里面呈现，在 page 里面呈现给大家，还有一系列的 promotion 也会在里面，让我们的 friend in 粉丝享有的一些优惠，OK，当然不少不了的就是我们的 stream 的一些 information 一些资讯会 update 给大家的，所以说 friend in 的平台就是孩子与家长们的专属学习平台啦，OK，你有对蓝双就是羽毛球，对不对？你们都有看啊，都有注意哈，很棒很棒。OK，大家都是热爱运动的一份子。OK，好，在 event 里面呢，我们已经不惊不觉跑了一二三四，有四个不同的 event 啊，不同的主题的。OK，我们的一些活动，当然里面还有 Techie Pro 呢，它基本上不是一个event，就是它里面呢，它是让我们如果遇到一些电脑的问题啊，上课的一些 software 啊，hardware 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找 Daddy Bro 帮忙的，OK？只要你是 Friend 的粉丝，我们都很乐意的去帮忙你们。当然，接下来这个星期六还有一个 event，OK？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说这个星期六的 event 好不好？好。
现在没有参加的赶快 scan QR code join 我们吧 join 我们吧 OK 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大家庭欢迎你们参加 OK 好，来记得再填写资料， parents 的电话号码很重要、哦、OK parents 的电话号码不要填错哦，当你在填 student 的时候呢， student 的 MOE email 很重要，所以有任何的资讯呢，只要你是我们 friend in the member， 你都可以在你的 MOE email 里面 check 得到 OK， 我们都会 email 给你们这样子。嗯，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加多详情的话，就是 askfriendin@danabook.com 都买 email 给我们，欢迎 email 给我们，或者你可以在 Facebook 啊 Danabook 的 Facebook message 我们 OK， 我们都可以一一为你们解答的 OK。 哦，中国很厉害 OK， 对呀、啊、对呀、啊，中国很厉害，我们马来西亚也是加油啊，对不对？嗯，好，来，这个是上个星期的。哦，这只是什么东西，它喜欢吃鳄鱼蛋呢？它是谁呢？看到有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什么动物呢？你们有没有猜对呀？上个星期上课的时候有听得到吗？啊，来，巨蜥 ，OK， 它是很大只的，哦，好恐怖哦 ，OK， 它吃鳄鱼蛋的呢 ，OK。好，来，我们都是守规矩的好孩子，在这个网络平台里面呢，请勿要求你的同学和你私聊，还有呢，不好交换任何的个人讯息，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好不好 ？OK， 嗯，要答应哈，千万不要在网络平台里面去交换个人的一些讯息的资料，然后我的家的地址啦，我的电话号码啦，哎呀，这些东西千万不要去交换啦，这是不对的哈。来，快乐学习，专心学习，不分年级，不分州属，不分学校，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做到的哈。要快乐学习，学习的时候要很兴奋啊，有兴奋度哈。OK， 一个人的心有多纯洁，言语就有多美丽，所以谨慎留言呐、啊。OK， 我看了他们打的每一场，哇哦。哇，这一位真的是很爱好运动的人啊 ，OK， 很爱好运动的小朋友，每一场你都有去看嘛、啊，有看那个赛事，对不对？嗯，好，来，记得看我们的重播，在我们的重播里面呢，你可以温故知新，很多呢，你曾经听过的，你还可以看回重播。可以得到更加多的知识 ，OK， 还有尊重，还有感恩，授课我们的老师 ，OK， 授课的老师，然后时时刻刻送上感谢与祝福。如果你喜欢老师的教书，或者你喜欢老师的分享呢 ，OK， 你可以给他们点赞、按 like。所以你们的那个留言，其实你跟老师互动啊，留言啊，回答老师的问题啊，问老师的问题啊，其实老师是很喜欢的。老师会觉得诶，你与老师同在，好像现在我读你们的留言，我就发现到哦，郭一轩，你是与老师、啊、同在的，你叫老师放心，那个巨蜥不会吃 Christine 老师的 OK， 谢谢你 OK， 嗯 ，OK， 谢谢你，老师放心，老师放心，有你在老师就放心咯 OK， 嗯，很好，老师很喜欢看这样子留言哈。然后呢，记得 like 和 share OK， like 和 share， 如果你是在 Danabook YouTube 的平台呢，记得要 subscribe 我们，还有点那个 notification 要开 ，OK， 开了 notification 呢，每一次我们有什么最新的资讯，你是第一个人知道的，好不好？嗯，记得要 like 我们呐，给多多 like， 嗯，点赞点赞 unlike 哈，来，哇哦，今天这个主题很特别嘞，现在每个星期一啊 ，OK， 每个星期一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的 ，OK， 今天呢要我们要。讲讲呢，我们要让大家认识 ，OK， 我要介绍这两位 ，OK， 新朋友给大家。这两位新朋友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厉害的，因为他会带我们去做实验哦，会带我们去探索 ，OK。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系相关的魔法磁铁。谁家里有魔法磁铁？你家里有磁铁吗？有的话，赶快拿出来。赶快拿出来，今天我们会讲到磁铁哈，会讲到磁铁，所以呢，嗯，事不宜迟，我们就请出我们两位新朋友好不好？对，首先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第一位新朋友，他就是我们的实验安妮，你们可以在 chat box 那边打 AAAAAA， 欢迎我们的实验安妮。Hello， 小朋友，大家下午好。
实验安妮下午好。好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哦，给另外一位新朋友，他就是我们的探索科迪，大家可以在 chat box 打 CCCCCC 好不好？来欢迎我们的探索科迪。 Hello Hello 各位小朋友，谢谢 Christine 老师。Hello Hello 各位小朋友，大家下午好，很开心第一次跟小朋友们见面啊，很紧张但是又好期待哦。对对对，你们两位 OK，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们两位啦。好的，谢谢 Christine 老师。OK， 小朋友，谢谢大 Hello， 小朋友，大家好，我是谁呢？我是最爱问问题的为什么的好奇宝宝实验安妮。哇，好奇宝宝，那我是谁呢？小朋友 ，Aloha Aloha， 我是无所不知，凡事呢我都会寻根究底的探索科迪哦，要记得我哦，记得的话请留言一个 C 给我们好吗 ？A 和 C， 小朋友。哇，好多人打哎，有吗？谢谢有吗？我看一看。哇，很多 C 啊，但是小朋友很像还不够哦，可以再多一点吗？对不对，安妮？对呀，我们第一次啊到这一边来，对不对？所以呢，请你们给多多的 A 和多多的 C， 给我们鼓励鼓励，好不好？谢谢你们，多多支持哦，谢谢小朋友。OK， 小朋友，你们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呢，让我们知道一下你们是来自什么学校，然后你们是几年级的学生，好不好？让我们也知道一下。Okay, 哇，有人留言吗？有吗？他们还是很喜欢打 A 和 C 耶。哦，没关系，我们再等一等哦。或者是有其他小朋友有见过，之前都有见过我们两位的吗？嗯，有的话你也可以打一个 Y 来啊。对，看看有有，让我们知道一下有谁认识我们的。哦，很多哎，有些五年级的。哦，匡柔 ，OK， 匡柔周后的小朋友 ，OK， 乔明 ，OK， 老师有看到了，哇，有三年级、四年级的，对，小朋友 ，OK。哦，安妮了，安妮，安妮，我这里还是 A 和 C 嘞，怎么办呢、啊？我这里看到了，有三分二校的，有五年级的，哎，也有人打 Y 哎。哦，有 Y 啊，有 Y 就是 有熟悉的小朋友在这里，有对不对？有我们的，对，很好哎、欸，我们两个都很高兴哎、欸。OK， 好，那呢，好，那我们事不宜迟了，那呢，今天我实验安妮呢会带什么实验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一起来完成的呢？那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OK， 我们的 OK。所以呢，来这一边我们呢是 STEAM Exploration 寻找探索之心。OK， 那呢今天我们会来做的呢是一个磁铁的小实验。OK， 那首先呢，啊、不好意思啊，安妮，OK， 我想问一下，这边有没有我们要寻找的小星星在这里呢？嗯，有没有啊，肯定有，肯定有。所以我有发现，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我已经发现了有很多小朋友都说对科学实验有兴趣耶。哦，嗯，不错不错不错吧。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找一些我们要的小星星咯。好的好的，那不打扰您啦。OK， 好，那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老师给的这一个影片。OK， 来小朋友，嗯，来老师给你们看的这个影片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辆小车呢会发生什么问 ，OK， 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OK， 诶，怎么啦，安妮，安妮，你的 OK， 来我们再看，卡住了吗？嗯，来我们再看多一次哦。来，小朋友注意一下哦。OK， 来，你看这辆车呢，你看它已经前行了，但是呢我是没有用手去推它的，有没有看到？所以它自己呢慢慢的前行。 OK， 好，那呢来到这边的时候，第二次你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喂，OK，小朋友，什么呢？你们猜一猜什么事情呢？来，你们可以猜哦。有些人说学过了，对不对？很好，那呢，你们可以写出他的问题在哪里吗？OK， 那呢，你们在留言区里面呢就写上你们的 OK， 你们发现到的那一个问题好不好？好吗 ？OK， 哇，磁铁，有小朋友写磁铁，柯迪，所以我们已经寻找到了几位的小星星了，对不对？啊，其他小星星要加油哦。对，到底是不是磁铁呢？住了 ，OK， 那我们来看是不是咯 ？OK， 来，那呢，现在呢，老师呢 ？OK， 现在呢，我实验安妮，我们呢会来做这一个我们的 video 里面的这一个小小的这个实验。那呢，我们首先呢要有的东西 ，OK， 那什么东西呢？就是这四颗的轮子 ，OK。那呢，如果家里没有轮子的话怎么办呢？谁可以给老师可以给我知道一下，如果没有轮子的话，那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可以来代替轮子的？可以用其他东西代替吗？可以呀、来，谁可以告诉我呢？如果没有小轮子的话，那我可以用什么？耶、我看到了，对了，瓶盖，就是我们喝的矿泉水盖，对不对？我们不要把它丢掉。那呢，我们也可以来做这一个小实验哦。OK， 那呢，首先我们要有四颗的小轮子，然后呢，有两个的小铁枝 ，OK， 两只小枝的。OK， 那呢，还有的这一个 ，OK， 一个长的，然后一个比较小的。OK， 那你两个一样的话，可以吗？也行 ，OK， 也可以，那你的车就会比较高一点了 ，OK。好，那呢，当然我们也要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冰淇淋棒 ，OK。冰淇淋棒呢，所以我们平时我们都会有吃冰淇淋，对不对？所以这冰淇淋棒不难找 ，OK。所以呢，吃了不要丢掉 ，OK。好，那接下来，来小朋友可以告诉我嘛，这三颗是什么东西来的？来，赶快在留言区里面，我看谁最快打上的来。这三颗是什么来的呢？有吗？是磁铁吗？是不是磁铁啊，安妮？是的，柯迪，就是这三颗就是磁铁了。对了，哇，很多人都知道耶，对不对？有小朋友都很多都写答案了。对了，对对对，很棒耶。当然，我们也要有剪刀，还有双面胶。OK， 那呢？现在我们来开始做我们的这一个实验哦。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木枝上呢有两个小洞，对不对？这两个小洞呢是来做什么的呢 ？OK， 它是用这一个铁枝呢穿进小洞里面。OK， 那请问这个铁枝呢穿进去了过后，它上面的这一个我是要放什么东西的呢？放什么的？放磁铁。放磁铁？哎，柯迪。是放磁铁的吗，柯迪？好像对了，最近呢？对哦，知青 ，OK， 知青说放轮子的。对了，所以我们先把它放轮子，因为我们的车都有小轮子，对不对？爸爸妈妈的车有没有小轮子啊？有没有轮子啊？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轮子呢套进去 ，OK。所以呢，我的车就两颗小轮子了。OK， 那呢，好多小朋友都说轮胎，对，很棒，很棒。然后呢，这一边也有一个小洞，我也把第二个的铁枝呢，我也放进去。OK， 这时候我一样的呢，拿另外的两个 ，OK， 小轮子呢套进去。OK， 套好了，对不对？所以我的车已经好了。那请问我的车现在可以自行的向前行吗？请问可以吗？可以吗？可以自己走 吗？小朋友，我要用什么方式给他走呢？拉他走，拉他走，但是我不要用手哦，我不要用手碰他。那我还有什么东西要用到呢？用推，推可以吗？推不可以呀、我说了不可以用手推呀、OK， 那我要怎么呢？要怎？安妮，我说用吹哦，用嘴巴吹呀、用嘴巴吹，不行哎，我吹了，不行。
对了，小朋友说用磁铁，为什么呢？因为我手上还有三颗的什么小磁铁，对不对？那呢，我这三颗小磁铁呢，要怎么做呢？ OK， 那我就要把它放在我的冰淇淋棒上面了。那我要如何把它放上去呢？那我就一定要使用我的双面胶了。OK， 所以呢，我就拿出了一点的双面胶，把它剪。OK。剪了过后呢，我把它贴在我的冰淇淋棒， OK， 我把它贴在我的冰淇淋棒的上面， OK， 然后呢，我把它撕开。现在我是的，特地我又有问题了，如果没有双面胶，好，什么问题呢？没有双面胶，没有双面胶，可以。如果你没有双面胶，你 OK， 你没有双面胶的话呢，你可以用的就是呜呼glue 也可以 ，OK， 然后或者是用胶纸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时候我就把这个磁铁呢贴在我的冰淇淋棒上，可以吗 ？OK， 那呢另外的一面 ，OK， 另外的一面我也把它贴上 ，OK， 我也把它贴上 ，OK， 我也把它贴上了。然后这时候呢，你看我的冰淇淋棒已经有磁铁了，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要让我的车行走， OK， 来，我们来看哦，我的车要行走咯。啊，为什么呢？咦，小朋友，怎么没反应的？什么事情呢？对呀，为什么没反应的？发生什么事了？来，谁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来，小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可以在留言区里面 OK 写上为什么我的车不能行驶的。有人写吗？有小朋友猜得到是什么原因吗？对了，有小朋友写，好聪明耶。对了，因为我的车磁铁。对呀，我的车没有装磁铁，对不对？所以呢，我还有一颗耶。 OK， 那呢，我也是一样。对，用双面胶呢贴在我的车子上了 ，OK， 贴上去，然后呢再用这个小磁铁怎么样，把它贴在我的车 ，OK，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呢，跟我的影片里面的那一个实验有没有一样，好不好 ？OK， 那我们来注意哦。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哦，拜拜！回来，安妮。哦，是的，回来吗？带他回来。OK， 然后我们再来呀。远啊。对，那我们现在再来让他来行驶哦。咦？怎么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不走了呢？对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来，小朋友，来，你们可以呢在chat那边告诉我，为什么我第一次走动的时候呢给他会行驶的，那第二次的时候为什么他把我黏着了呢？是不是他太喜欢我了？ OK， 好，来，那呢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我也想不到耶。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一个为什么的这一个 OK 问题呢，我们就交给柯迪 OK， 让他来跟我们讲解咯。谢谢。好的，辛苦啦你啊，谢谢啊，辛苦啊，实验安妮了，谢谢你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哇那么棒的这一个小实验。OK， 小朋友 ，OK， 刚才那个实验呢，如果大家有材料的话呢，下线过后你也可以慢慢的去尝试，没有的话没有关系，你也可以看我们的重播，好不好 ？OK， 那么现在轮到我，探索柯迪啊，跟小朋友们一起探索，到底为什么刚才实验安妮的那一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呢？为什么又粘在一起？为什么又分开呢？啊，好，小朋友想不想知道？想的话来给我一个一一一好吗？
啊，今天我就负责跟小朋友们分享这一个相吸和相斥的这个原理，也就是我们的磁铁，其实他们有啊，可以把我们的啊，它是有这个功能的。OK， 有诶，特地很多小朋友写一一一耶，他们都很想知道。哦，好。OK OK， 好，谢谢安妮。那小朋友，我们就慢慢的、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个相吸和相斥的这个原理。OK， 其实，在我们身边所有的物体之间哦，所产生的这种吸引力，我们叫做磁力。OK， 那么所有磁性的物体呢，都有分两极的。OK， 磁铁就是左右两边呐、它两端。OK， 磁性比较强的那个区域，比如说一边是左边，另外一边是右边的话，给那两边磁性比较强的，我们称它为磁极。OK， 小朋友要记起来哦，就是磁极，就是比较强的那两个区域。哇，小朋友有看到吗？给另外一端啊，其实呢，我们这两个磁极这两个方向呢，它有这两端，其中一端我们称它为北极。北极就是英文的什么？小朋友，北极英文是什么？有谁猜得到吗？有谁懂吗？懂的话可以在留言那里写吗？这个北极的 N 代表什么？诶，那么另外一端我们称它为南极咯。南极它是用 S 来代表， OK， 有人猜得到吗？安妮，有人知道 N 和 S 的英文代表什么吗？有小朋友猜到，哇，陈辉猜到，对，哇，曾心也猜到，哇，那其实 N 就是代表 North 咯，就是 N O R T H， 就是代表北的这个方向的，另外一端的 S 其实就是代表 S 啊 ，South，S O U T H， OK， 通常呢，我们都会以这两个颜色来区分两个不同的这个磁极咯。OK， 所以呢，小朋友啊，我们来一起看清楚啊。啊，刚才实验安妮的这个车子小车的这个实验呢，为什么会分开，为什么会连在一起呢？其实是因为磁铁哦，当它们相同的这个磁极，给小朋友看一看图片啊，相同的磁极，它们互相靠近的话，就是靠近的时候，其实它们会互相排斥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再连在一起，因为他们是相同的磁极。记住咯，小朋友，给、okay? 那么磁铁不同的磁极的话，就是以下这个图片，小朋友们可以看一看。给、okay? 如果磁铁不同的磁极哦，他们就会互相吸引啊，就是很像这个一极，他们就相吸。所以如果是不同的磁极一个 S 一个 N 的话，他们就会连接，他们就会就可以靠在一起，就很像刚才实验安妮为我们呈现的那个小车的实验。 OK， 我相信各位小朋友都到现在应该会更了解了吧，对不对？对于这个磁铁的这个效果。OK， 那么小朋友其实呢要注意啦，小朋友，给、okay, 重点就是不同的磁极方向就会为我们呈现不同的这个效果哦。给、okay, 其实都很简单。OK， 好了，小朋友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疑问吗？都欢迎大家在以下的留言给老师们知道啊，老师都会尽量去回答小朋友。OK。可以吗？安妮，可以。有小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特别有小朋友说你的声音好可爱哦。哎呦，是吗？好感动，小朋友，谢谢大家。因为坦白说，今天是我和实验安妮的第一次哦。我们跟你们第一次见面，都非常兴奋，但是又好紧张哦，对不对，安妮？
对呀，所以我们很紧张哎、啊哦。有你们的认同和赞赏的话，嗯，我们应该会更加会做得更好的。啊、对，永林，永林讲是我说老师的声音很可爱。啊，安妮老师的更可爱呢。啊、OK。好，来，小朋友，对这一个磁铁的这一个排斥的跟这个相吸的呢，有什么问题吗？有的话呢，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呢来问问老师哦，问问我们好不好？好的 ，OK， 待会我们再慢慢的去看，然后尽量的再跟小朋友们分享。那么现在，诶，小朋友，诶，我们好像都学习了一小段时间，对不对？想不想来个休息呀、啊？好不好啊 ？OK 吗 ？OK 的话，那我们就请我们的 Christine 老师。OK，Christine 老师 ，Hello， 我在。OK， 实验安妮跟探索课题，哎，我们小朋友们都很喜欢你们两位嘞。OK， 他们都有在参与。OK， 所以我要给你们两个点赞之余，也要给小朋友们点赞哦。OK， 你们真的棒棒哒，有跟老师在打气，加油。OK， 你们两位呢，先休息，记得喝水哦。OK， 喝口水，然后待会我们来 Part Two。OK， 好，来，谢谢。OK， 好的，来，你们也要喝水哈，小朋友们。等一下我们还有 Part Two 的，先不要走，我们还没有讲完的哈。等一下还有一个实验的。OK， 来，先休息，喝水，做运动 ，stretching 一下。OK，stretching 一下，动一动身体。然后我们有一个哦，两位老师的声音都很好听，对呀，很可爱，对不对 ？OK， 很可爱，对不对？刚刚老师有讲啊，老师这个礼拜六会有一个 event， 就是呢七号八点晚上八点，星期六晚上八点哦。OK， 你有多久没有关心他们了？他们就是你的眼睛 ，OK， 每天对着电脑啊，要做功课啊 ，OK， 要看书读书，要温习功课啊 ，OK， 偶尔要。用我们的眼睛去玩玩电玩啊，看看电视啊，现在我们还要追什么？还要追我们的 Olympics 啊，看那个选手在比赛啊，对不对？所以眼睛是很伤神的。所以呢，这个星期六我们来一起跟我们的什么啊，光学师，眼科光学师呢，一起来学习好吗 ？OK， 来讲去 take care 眼睛 ，OK， 要讲照顾他们啊，或者是要吃什么营养的东西呢，才可以令到我们的眼睛永远是那么的雪亮。所以呢，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 ，OK， 爸爸妈妈也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好吗 ？OK， 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 event， 你们报名了吗？要快点哦，因为呢，这个是有日期的限。OK， 等一下呢，已经截止日期了，就没有办法再接收大家了，所以大家一起进来 Zoom， 然后呢，你们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在 Zoom 里面呢 ，OK， 老师可以解答，我们的光学师可以解答你们哦 ，OK， 好不好？OK，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都有在给我们的柯迪还有我们的安妮打气加油，很厉害哦，对不对 ？OK， 对了，这个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记得 OK。刚刚有小朋友提醒了我，看到不要用手去擦眼睛。对的 ，OK， 这是很对、很正确的哦。OK， 因为我们的手有时候接触到一些细菌啊、病菌、病毒，你不知道，所以你就跑去擦眼睛，就很容易把病毒、细菌带进眼睛去啊。这个是很 common 的。对了，刚才那位小朋友很棒耶 ，OK， 要怎样报名 ？OK， 有人问要怎样报名，好不好？来，如果你是 Friend In 的粉丝，你就要去 dinabook.com.my，www.dinabook.com.my， 你要 log in 进去呢，写上你的 Friend In 的。如果你是要自己报名孩子的话呢，你就放你的 email MOE 的 email， 还有你的 password， 你就可以 log in 进来。记得去到 event 这一边，你要确定是不是你的名字啊 ，OK， 然后最下面去看看是不是你的名字。去到 event 呢 ，click 这个 poster，OK、okay? 啊，这个 poster 就是我们这个星期六的 poster，OK，、okay? 按进去你就可以报名了啊。如果呢要更简单、更容易的方法，就是去到你的 MOE email 里面报名 ，OK， 我们就会 send 那个 link 给你们了 ，OK，Zoom link，OK、okay? 哦。有小朋友说 Beverly 说你不得空，
没关系，如果你不得空的话呢，记得进到 Friend in Page 去看我们的 playback， OK， 我们有重播，这一系列的都会有 playback， 当然啦，要现场的会比较好玩，对不对？现场我们才可以互动啊，老师可以看到你，你又可以看到老师，更加的亲切，拉近了更加多的关系，对不对？嗯，所以这个星期六，所以报名了，我看到有人讲报名了，嗯，我 friend in 不到哦，为什么呢？近视很严重，为什么你近视很严重？你一定要来参加哦！如果你近视很严重的话，看看我们的眼科光学师可以帮助到你没有哈 ？OK， 啊，来，期待见到你们大家这个星期六的 event 哈，所以记得是星期六哦 ，OK， 啊，八点钟哦，要提早进来，要提早进我们的 Zoom， 不要迟到 ，OK， 提早进来准守时是好习惯哈。好，来，如果有遇到什么你 login 不到啦，你 register 不到啦，就 ask friend in at danabook.com.my OK， email 给我们就好了。冷静哦，嗯，可以，子萱说他冷静很好，你没有问题，很棒。OK， 好啦，我们来我们的 part two 好不好？ OK， 所以你们要保持这种积极的， OK， 老师有问题，我们的案例有问题，或者是我们课题有发问问题，你们要积极的回答，保持住这种热情 ，OK， 保持住这种热情哦。来，我们再一次欢迎出我们的实验案例，还有我们的探索课题。Hello， 我们又回来啦。是的，是的，又是我们啦。欢迎回来。嗯，好，我们来我们的 Part Two 咯。谢谢 Christine 老师，谢谢 Christine 老师。好，那呢，我们会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实验哦。咦，为什么我桌上有一个 Hello Class 的？安妮，安妮，你还记得吗？是请我喝的吗？嗯，安妮是请我喝的吗？嗯，好的，下一次请我喝吗？嗯，我们完了过后我再请你喝 ，OK 吗 ？OK， 嗯 ，OK。好，来，为什么我会？ 好的，好的，待会我们实验完了过后，我就请你喝。OK， 好，来，接下来我们part two要做什么呢？特迪，特迪，我忘记了，我们，你忘记了吗？我真的忘记了嘞。嗯，那我想想一下哈。左右两边。哦，我知道了，我为什么会拿这一罐 Hunter Pot 出来呢？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小朋友，那呢，我们来开始做第二个实验哦。我终于记得了我的第二个实验是什么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第二个实验。好期待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呢，我第二个实验呢，也是关于磁铁的小实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实验安妮的桌上的东西了。OK， 来，我们来看一下哦。那你看，有看到我桌上的东西吗？有没有 ？OK， 有有，很清楚，都很清楚。嗯，这是一把什么呢？柯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是尺吗？尺，对不对？那这一个呢？对对，嗯，应该是盖子吧。盖子，对了，我的瓶盖，对吗？嗯，为什么我会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这一边呢？那我到底要做什么实验呢？啊，来，小朋友，谁可以告诉我呢？谁知道我接下来的我实验问题？好爱问为什么的实验安妮到底要做什么呢？嗯，我们可以帮安妮解答吗？嗯，小朋友，我到底要做什么呢？ Spoon， 对， Spoon， 我拿 Spoon 来做什么？我做实验我为什么要拿 Spoon 呢？啊，电流。嗯，我今天做磁铁。还有吗？还有吗？要变魔术吗？嗯，好，我下次我会变给你看，哦，好吗？可能呢，嗯，可能是。哦，成与否。有小朋友说，看看有没有磁力哦。哇，那我们来看一下咯，对不对呀？啊，OK， 对了，我们第二个实验呢，就是说我们要探测一下我的桌面上什么东西呢，是可以被磁铁所吸住的，好不好？那呢，小朋友，你们认为 OK 什么东西呢是可以被磁铁所吸住的呢？
你们可以在chat 留言区里面呢写下 ，OK？ 你可以说，哎，我是一的 ，OK， 二 ，OK，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最后的一个就是十二 ，OK？ 那你可以把数字填起来 ，Again， 什么是不可以被磁铁所吸的？不可以 ，OK？ 我们先来。不可以，所以呢，你就写出他的号码，好不好 ？OK， 来吧，来吧，赶快，小朋友，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哦 ，OK， 这是十二，总共有十二个号码哦。对，怎么是不可以被磁铁所吸住的呢？哎、哪一样东西？哎哇，飞掉了，你的磁铁好像好强哦，好强，对不对？突然间东西都被吸走 了，对的。OK， 有吗？有吗？好神奇、哦！哇，你们都很棒哎。嗯，全部铁的 ，OK， 全部铁的。哇，你们都很棒哎。那我们来测试咯。OK， 那我们的实验开始咯。那来，谁说？是可以被磁铁所吸住的呢？那请你在 chat 打上一，好吗？可以被磁铁，可以，它可以吗？可以的话呢，你就打上一；不可以的话，你打上二，好吗？一是可以被吸住的，二是不行。OK， 所以这一个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我的尺。OK，No、okay, 哦，有些朋友说 No， 那我们来 C 咯。请问可以吗？对呀、啊、对呀、啊，很多人打二、啊，不可以耶。对了，很棒耶，所以我的扯呢是不可以的。OK， 好，那呢，请问瓶盖可以吗 ？OK， 那瓶盖可以被吸住的话呢，请打上一；不可以的话呢，请打上二。哇，也是好多人打二哎！哇，你们真的很棒。OK， 哎，咦，为什么不能被吸着的呢？为什么呢 ？OK， 为什么它不能被吸着的？嗯 ，OK，OK， 好，那来这个汤匙 ，OK， 请问这汤匙可以被吸住吗？可以的话呢，打上一；不可以的话呢，打上二。汤匙哦。你们猜一下，这个汤匙可以被吸着吗？有吗？有吗？小朋友，有吗？可以的，可以打上一；不可以的，打上二。哦，有人打一，有人打二，哎，好，那我们来尝试咯，一、二、三，可以吗？可以被吸着吗？你看，我的磁铁。哎，被粘着了哎！你看有吗？被粘着了嘞！看它不要掉下来了，你看它要住在我的汤匙里了，有没有 ？OK， 所以呢，它是可以被吸着的。OK， 好，然后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这是什么呢？锁匙签对不对？那你们猜一下，锁匙签可以被吸着吗？可以吗？可以的，一；不可以的，打上二。哇，好多人打一耶！我猜可以吧，科迪，你猜可以吗？我猜可以，可以。好，那我们来试哦。哎、嗯，真的可以耶！你看，哦、被吸着了、哦。OK， 所以呢，这个也是一样可以被吸着的。那来，我们来看一下纸张，纸张可以被吸着吗？请问，纸的它是纸性的，它可以被吸住吗？可以的，打一；不可以的，打二。啊，已经有小朋友打二了。哎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哎，不行哎。OK， 为什么它不行呢 ？OK， 为什么呢？那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是什么？电池对不对？那小朋友，你认为电池可以被吸住吗？可以的话呢，你请你打上一；不行的话，请你打上二。不懂的也可以打上一个三。三啊，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打上三。
有吗？多数都是答二哦，安妮。嗯，答二哦。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一还是二呢？叶慈啊，原来你看，他是来到这边说，怎么这样的呢？可以，到底电池壳可以被吸着呢？为什么呢？这边不行的，为什么这边可以呢？你看 ，OK， 所以电池到底能不能呢？这是一个问题咯。OK， 那来小朋友，这一个呢，这个可以被吸着吗？不可以耶。OK， 所以这一个是不行的嘞。OK， 好，这个、那呢，请问玻璃瓶可以吗？请问玻璃瓶可以吗？可以的，打上一；不可以的，打上二。玻璃的 ，OK， 玻璃的可以吗？OK， 是不行的 ，OK， 还是不行的 ，OK。接下来，请问这三样东西可以被吸住吗？这三样，来来来，小朋友，加油加油！来，这三样可以的人呢，请打上 Y 给老师，好吗 ？Y 不行的人呢，就打上 N 给老师。这三样可以吗？可以被吸着吗？可以被我的磁铁吸着吗？可以的人打上 Y， 不可以的人打上 N 给老师。哇，很多答 N 呢。OK， 那我们来试哦。也有人打三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被吸哦。哇，可以吗？原来是可以的。OK， 你看，原来我们的钱币呢是可以被吸着的。然后呢，回心针一样的可以被吸着。然后这接下来这一个螺丝有没有？它也是可以被我的磁铁所吸住的。所以呢，在这边证明了 ，OK， 什么东西呢是可以被磁铁所吸引的？那呢，什么东西是不行的？那我现在还剩下一样东西耶，小朋友，你们要猜猜一下，到底这一个 ，OK， 这一个罐子可以被磁铁所吸引吗？你们每一次都会有喝 100 plus 对不对？它的瓶子其实可以被磁铁所吸住吗？可以吗？这个好大好大一个哦。对呀，它可以被吸住吗？可以的人打上 Y， 不可以的人打上 N 给老师。金属都可以，OK， 有吗？哇，有人打 Y， 也有人打 N 呢。那我们来尝试一下它到底行不行哦。那我来老师放实验按钮把它放着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啊。可以吗？为什么呢？为什么它不行呢？为什么呢？它不行的。为什么呢 ？OK， 那呢这一个实验呢，我们呢来，我们就让柯迪让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这一个瓶子是不能被吸引的，好不好？好吗？好，那我们就把这一个原理呢交回给我们的柯迪。好的，好的，谢谢你，你辛苦啦，安妮，你先休息一会吧。好的 okay, 好的，接下来啊，让我跟小朋友们来一起学习吧。OK， 小朋友，哇，刚才大家的手指都拼命在打 Y 啊、N 啊、E 啊、2啊，对不对？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这一个答案出来。OK， 刚才啊，我看到实验阿姨的头上也有很多问号哦，她一边做实验一边在问大家，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对不对？OK， 没关系啊，我一出场啊，就我们来一起跟你揭晓这个答案，好不好？OK，
可以让小朋友会更清楚了解，其实呢磁铁它有分种类的，就是它可以分成不同的这个种类。 OK， 能被什么种类呢？其实能被磁铁吸引的这些物体啊，小朋友，能够被磁铁就是这样子吸过去的这个磁铁呢啊，那些物体呢啊，有以下的这几种啊，就是刚才有啊安妮给大家啊做实验的，例如铁钉啊、铁汤匙啊，还有这些螺丝钉等等，就是哎我们所说的啊 screw 那些小小的螺丝钉啊，这些它们都是能够被吸引的。Okay， 那么不能被吸引的这些物体啊，不能被吸引的，就比如说有刚才这个齿的话，其实也要看哪一些种类的齿啦。Okay， 比如说木齿、纸张，还有这个橡皮筋啊，橡皮筋就是平时我们用来啊打包东西或者是捆绑一些东西的啊 ，rubber band 有没有？这些呢都是不能被吸引的物体。OK， 所以小朋友们要记住哦啊，可能你之前已经懂了，给希望今天的小小分享过后呢，大家会更加的清楚啊，其实有分两大类。OK 吗？明白了吗？啊，安妮，你的问号有减少一些吗？有，我明白了。然后我发现到哦，留言区里面的小朋友都好棒哎，比我还聪明哎，他们都知道这一个罐呢是铝罐来的。OK，哇，他们好棒哎。好的，好的，因为铝的话呢，啊，它是属于啊金属的其中一种。刚才我们有看到小朋友说，分享关于这个金属的，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啊，小朋友，来，耳朵张开，眼睛睁大啊。磁铁呢，其实它可以吸住具有磁性的一些金属材质，金属材质啊是怎么样的呢？啊，我探索课题今天就给你准备了几个例子啦。OK， 首先有我们这个铁，铁的话呢它也是属于金属的其中一种。OK， 还有这个镍啊，大家会不会念啊？第四音啊。OK， 就比如说刚才钥匙圈里面其实它含有铁的一些成分，所以它是可以被吸住的。OK， 就被磁铁就是吸在一起。然后这个钱币的话呢， OK， 它的里面的成分呢是含有这个镍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钱币哦就可以被磁铁所吸住。但是以前的话，如果以前那种旧的钱币哦，他们是不能够被吸住的啊。小朋友 ，maybe 你可以下线过后，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新的钱币和那些旧的钱币 ，OK。然后其实还有的就是这个钴啊，第三音啊，钴啊，这个钴的话呢，哇，它有哪一些例子呢？就比如说这个钻头啊，我们拿来钻钱。钻木啊，那个钻子，那个钻头呢啊，还有这些都是属于也是属于金属材质，所以他们是可以被吸住的啊，被刚才就是这样子被吸铁所吸起来，或者是两个可以粘在一起。那么最后呢，小朋友，其他的材质啊，给也是如啊也是有金属成分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三种金属成分啊，例如铜咯、铝咯，还有银 silver 啊，它们都不具有磁性的，就是它们没有磁性呢，所以它们就没有办法被铁所吸引啊。这个就是刚才安妮给小朋友们示范的，有没有啊？请问小朋友还记得吗？刚才安妮说这个汽水罐是含有什么成分的？给、okay， 是什么啊？安妮，你刚才给的铝的。OK， 有小朋友说是铝、它不是铁，所以它是不能被吸引的。很棒哦，那位小朋友， okay， 对不对？对的，是，所以现在非常的安妮，是你的疑惑现在有没有越来越少了？
有有，是不是本来有很多的、嗯、现在慢慢的减掉了。啊，所以 要减少你的问号啦。对、嗯、但是这边有小朋友一、恩月呢，有小朋友问为什么旧的钱币不可以被吸铁吸住呢？啊，因为他们也所里面所含的那个成分是不一样的咯、嗯、就是以前 maybe 以前是他们制作的时候的那个用的材料用的金属，所以是不同的，所以就会造成哎为什么现在的新的钱币是可以被吸住的，好不好、嗯、OK 吗小朋友？嗯，那么哇哎，小朋友，大家都陪了我们今天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不对？在这边呢，我和他实验安妮要感谢各位小朋友，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探索啊。OK， 然后你也是我们要寻找的其中一颗小星星哦。OK，、嗯、在这边要先跟小朋友们说一声谢谢。OK， 那接下来。嗯，我让安妮跟小朋友们分享一下下个星期的预告，好不好？ Okay. 好，好的，谢谢探索课题。那呢，我实验安妮呢，今天呢就给大家 ，OK， 我们就来做了这个磁铁的实验，对不对？那呢，我们下个星期一样的时间呢，那我的实验 ，OK， 会带给小朋友是什么的实验呢？那我们来可以看一下。所以呢，我们的下一个 OK 下个星期的预告片是什么呢？老师会给你们做些什么实验呢？就是我们的听得见的声音 OK， 就是我们可以听到声音，可以听到，对不对？那你们有看过声音吗？有没有？有吗？有的人打上 YesOK， 没有的人，没有看过声音的呢，就打上 N 好不好？让老师知道一下，你们有看过声音吗？嗯，没有，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就不是听的吗？嗯，特迪，你也好奇怪，对不对？所以呢，我的头上也有很多的问号了。嗯、我也要去探索一下了。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呢就下个星期呢，我们就会来做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声音，好不好？那呢，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个星期，给我们来再做实验。好，那呢，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呢，就交给 Christine 老师了。OK， 小朋友 ，Hello，Hello， 我来了！哇哦，同学们，你们是不是有学到呢？刚才呢，我一直看你们的留言，其实你们的互动啊 ，OK， 跟我们的。探索科迪还有我们的实验案例做的互动都非常棒。刚刚有一位同学邱永令，你有在吗？邱永令 ，OK， 老师自己会称自己笨。其实探索科迪还有我们的实验案例，他们都不笨。他说老师你们不笨，就是怕我们不懂而已，所以就一直问我们问题咯 ，OK， 让到我们更加的理解跟明白。所以这个邱永令小朋友非常棒 ，OK， 非常棒，你很理解 ，OK， 很理解。我们哦 ，OK， 所以你一定学的不少吧 ？OK， 一定是学的不少。OK， 刚刚呢，在看两位新朋友在做东西的时候，我也是拿了我的磁铁啊 ，OK， 出来在玩啊。你们家里应该是有不少的磁铁，对不对？啊，有 N， 有 S， 然后呢？它会怎样子？以前我老师小的时候啊，可是老师小的时候也是很喜欢玩磁铁的。OK， 我会觉得，诶，为什么我硬硬的要把两个同级的放在一起？为什么不能 ？OK， 那时候也是很多疑惑啊，现在终于解释到了。OK， 就是一级就会相吸在一起哦，同级就会相测咯。OK， 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道理啦。OK， 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让你们发问哦。OK， 有没有听过其实我们磁铁是在我们生活里面都很常见的，对吗 ？OK， 都很可以常见。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磁场，有没有听过呢？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啊 ？OK， 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是一个磁场来的。有时你跟你的朋友走得太靠近，你们会觉得这么有点 soft 到了这样子的，有静电这样子，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那个不同的磁场。OK， 这个磁铁呢还可以拿来。
做一个疗效，如果是那个不是讲很强的那种实力的话，其实它有一个疗效在里面的。有问题吗小朋友们，你们有问题吗？哇，今天你们都学到了哈，都学到了 OK， 谢谢你们。所以刚刚我们有讲了，下个星期我们的实验案例还有探索课题还会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做实验哦。刚才那个题目很棒哦，我也很想知道哦，声音怎样看到嘞？声音明明是听到不了吗？所以啊，你们下个星期吧，很心急很想知道，所以你们会预备什么实验给我们看到声音？同学们，你们期不期待呀？啊，期不期待？期待的话打小朋友们记得要留守哦，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哦。所以你们同学们的互动到小朋友的互动其实是给我们探索课题还有实验案例的一个鼓舞，对吗？你们会带更加多的实验给我们认识，对不对？是的是的，一定你看到现在很多人打五五了，因为他们都很期待啊，五五下个星期啊。好，所以下个星期我们会把更好的实验还有内容让你们看得到，就是看到声音哦。声音怎样看到我也很期待。OK， 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OK 实验安妮，还有我们的探索课题，谢谢同学们刷爱心点赞。OK， 哇，我看到有同学讲老师教书教得很生动，他们都很开心，学得很轻松，对不对？嗯，好，为老师点赞哦，刷爱心给老师啊。有小朋友说今天的文凭爱心要、啊、爱心谢谢你们。 OK， 好，来，文凭界的文凭会不一样哦，长得不一样的文凭，很期待，对不对？赶快来 scan QR code OK， 然后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八月份文凭咯。每一个月份的文凭会不一样哦， OK， 所以你们的 collection 好多人打555了，哎，666啊，有人打666，老师讲555，你们666，你们很喜欢666，对不对？嗯，都是 support 老师的，你也可以打 Olike，OK， 啊，是要看的声音是，哦，有同学安周汉说看声波，哎，我也不懂嘞，要知道下个星期一你们再来锁定我们的。那可以 Dialogue Malaysia， 你就可以锁定我们的 Dialogue Malaysia， 你就可以知道答案咯。 OK， 嗯 ，OK， 不一样 ，OK， 不一样，五跟666不一样哦。如果在我的心中都是一样，你们给的反应就是老师最好的支持啦。OK， 来，拿文凭拿好了没有 ？OK， 好，来，嗯 ，Next， 我们看一下明天，哇，明天我们来写英文啦。学英文咯，诶，他是谁呢？ Teacher Brittany， OK， 来自 HKC 中国 KL 的。 OK， Teacher Brittany 是一个哇很棒的老师，他讲课一点都不会闷，所以你们明天来学英文是没有错，他会教我们 conjunction。 虽然他的 syllabus 是1-2-3年级，但是啊4-5-6年级的小朋友也可以进来一起学习我 ，OK， 一起学习哈 ，OK， 因为语文科的东西啊，越学越多越好啊，可以再复习再复习 ，OK， 我们叫 practice 啊 ，make perfect， 对不对？哇 ，I love English，OK，、okay, 很棒。英文会公布吗？上次的英文是什么英文啊？哈，你这个是什么？是上一次有什么英文要公布？老师会去检查一下哈，你所谓的上次的英文会公布是什么，老师会去检查一次啊。对了，老维俊说这位印度老师他会讲中文呢，他会讲华文哦。 OK， 对，所以你们都是我们忠实的粉丝，你都认识我们全部老师了，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上来教课的老师都是很棒的OK， 一流的老师来的，无论他们多忙都好，每天都要教课，从早上教到下午，他们可以抽时间哦 OK， 来出来教导我们。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大大力的支持跟 support OK， 大大力的支持跟 support。 所以你们的互动交流是很重要的 OK， 你们的互动交流给他们很大的力 OK， Olike OK， 给他们 Olike 加油打气 OK。 好，
今天很开心，很轻松 ，OK 啊。通过实验，我们认识到什么叫做磁铁、磁力 ，OK， 什么叫磁极等等的，对不对 ？OK， 所以今天很高兴 ，OK， 也谢谢大家的参与啦 ，OK， 我们期待下个星期的那个星期一也是会有另外一个主题 ，OK， 看得见的声音。想起来都很奇妙嘛，对不对？所以今天谢谢大家咯 For the children, for the future 可以约定你们明天见，一起来学英文 OK， 4:20明天见哈，2021爱你而已，么么哒，拜拜，明天见，拜拜。